原标题：刘备临终前叮嘱诸葛亮千万不要重用某人，后者不听，结果酿成大祸。文格瓦拉同志，刘备虽然在治国理政、行军作战等方面的能力很一般，但在识人用人方面的表现却是可圈可点。比如在临终前，他刻意嘱咐诸葛亮不要重用某人，后者置若罔闻，结果最终酿成大祸。这个让刘备很是不放心的人物便是马谡。马谡字幼长，是蜀汉史中马良的幼弟，虽然才能不及长兄，但非常喜欢议论军事，而且观点多有可采之处，由此深得诸葛亮的赏识。马谡虽然很早便追随刘备，并因功历任绵竹县令、成都县令和岳归太守等职，但刘备对他的印象却并不好。在刘备的眼中，马谡属于赵括一般的人物，只知道纸上谈兵，却无真才实学。刘备临终前叮嘱诸葛亮不可重用马谡，所以弥留之际，刘备特意嘱咐诸葛亮道：马谡虽然健谈军事，但言语浮夸，华而不实，跟赵括属于同一类人，所以丞相绝不可以对他委以重任，否则恐将贻害国家。诸葛亮虽然点头称是，但心中却并不为然。不仅如此，诸葛亮还提拔马谡做参军，经常整日整夜的谈论军事谋略，可见对他的器重。初，岳归太守马谡才气过人，好论军纪，诸葛亮身家气义。汉昭烈临终魏良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两由未不然，以素为参军，每引荐谈论，自就答业。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其实诸葛亮之所以器重马谡，有很大的苦衷。蜀汉自建国后，大谋士凋零的现象很严重，如庞统、法正一般的奇才不再出现，健谈军事且屡有高人一等见解的谋士，也就剩下马谡一人而已。如蒋琬、董允、费祎等人，都是治国理政的能臣，但绝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士。所以，为了完成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事业，诸葛亮却不能不重用马谡。诸葛亮之所以倚重马谡，有其苦衷，而且马谡的参赞之功也的确对诸葛亮注意良多。其中最明显的案例，当属征讨南中战役。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军讨伐叛军雍凯、孟获等人，临行前马谡为他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希望用施恩招抚而非军事征服的方式来赢得南中一族人士的真心归附。诸葛亮依言行事，果然斩杀雍凯，降服孟获，使得南中再不敢反叛，亮了奇策，设孟获以服南方。故忠亮之事，南方不敢复返。见《三国志》卷39，朱隐《襄阳记》。经此一事，诸葛亮对马谡的才能赞赏不已，所以在第一次北伐中原失业中，便将他带在身边。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马谡唯一一次跟随诸葛亮在前线作战，便因为骄狂断送性命。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行事图，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出兵北伐曹魏。在这次战事中，诸葛亮使用疑兵之计，声言将由斜谷道攻取围城，并使赵云、邓芝据击谷为疑兵，但实际上却率主力进攻岐山。曹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自知难以抵抗，便全都叛为将蜀。一时间，雍、梁震动，长安有被蜀汉攻占的危险。魏明帝曹睿闻讯后，即刻命令大将军曹真驻军围城，命左将军张合率军50,000进攻街亭，意在阻断诸葛亮的进军路线。诸葛亮闻讯后，派马谡为前锋，率领王平等人防守街亭。但让诸葛亮没想到的是，马谡却犯下低级错误，
并没有占据街亭曾迎战张合，而是在高山上扎营，意在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冲击歼灭魏军。马谡不听王平的建议，结果遭遇惨败。然而让马谡没想到的是，张合进占街亭后并没有急着跟他交战，而是在四处断绝蜀军的水源，让对方陷入无水可饮的境地。蜀军饥渴难耐，体力迅速下滑，战斗力更是无从谈起，最终被魏军击溃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终蜀军部众四散崩溃，被杀伤俘获者极多，只有王平率领的1000人毫发无伤的返回大营。经此一役，诸葛亮尽无所惧，只好在攻取西线后率千余家将民退往汉中，而赵云、邓芝一兵败于击鼓。至此第一次北伐中原战役以失败告终。诸葛亮退往汉中后，向后主刘禅自请贬官3级，并将导致军队战败的罪魁马谡斩首。马谡被杀时年仅39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心中懊悔不已。马谡死后，诸葛亮亲自前往吊丧，为他痛哭流涕，安抚他的子女，如同平素一样恩待他们。亮字临济，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平生。《谏资治通鉴》卷71。不过回忆起刘备临终前的殷切嘱咐，诸葛亮是否会心生懊悔呢？史料来源《三国志·资治通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